天来到乐购，来了。我们今天呢，来到这个乐购呢，里面有一只两只帝安西。我们在后面排队的时候，只要我们下了其中一只第一场哦，只要下了，我就把帝安西的送给友达光电哥。好，结果没有。今天我们第一颗丢的球是精灵球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来了，哎，602，哇，竟然可以按到602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帝安西，另外一只是龙眼武士，来了。我们今天第一次遇到帝安西，还有右边的我刚要捕获的龙眼，有没有机会啊？大家觉得我们今天能不能下卡呢？顺利下卡，你敢信？秒杀哦！但是对方的帝安西好像怕的是草嘞，哈哈。所以我们这个啊失误，瓜地耶。闪避率，哦呦，我们防卫按的嘞，厉害了厉害了，连血攻击啊！哎，失误，哦耶，我们两只宝可梦喊出耶，很开心，闪过了两招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有了有了，不、哦，刚两次都死，现在两次都无死哎，有了吧？哦、哇，差一点点，帝安西，非常可爱的钻石风暴，还好还好，我们的伤害还顶得住，还顶得住，各位帮我们数，1、2、3，顶住。哎，断崖之剑连续两次被帝安西闪过，果然是很会飞的宝可梦，人家会飞啊，断崖之剑打不到啊。我看那个曼妙的姿势，他的那个铁那边卷来卷去。我们今天要来丢的第一颗帝安西的球会是什么呢？精灵球，精灵球有没有机会，兄弟们？一个，两个，哇，嘣嘣！欢迎再来玩哦！来，第二场，帝安西大图。哎呦，噔噔噔，大鳄鱼耶，起源星星大爆炸。第二次捕获，就进小弥陀 QQ， 抽到一只高级球。高级球第一场，一个，两个，没有。真坏，猫猫猫猫猫猫。大图友达光电哥，耶！我来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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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喂，被骗了。龙龙眼跑出来干嘛啦？龙龙眼，是精灵球。精灵球，喂喂，该不会是帝安西来了？看、okay。精灵球，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会遇到的是龙龙眼，有一颗，哇，结果是他自己推的，两个，三个，哇，继续努力吧。那一个是杨迪，新交换，要不要跟我交换呢？哇哦，又是高级球，左边一杆吸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
来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打了帝安西两只双五星，打到现在第五场了，还未下卡。我们也是奋斗了一两个小时，目前还未下卡。哎呦，这么难！没有道具机会，龙龙眼，这一只龙龙眼都不下。好了好了，四星的龙龙眼配上了五星的，哦，有了有了，啦啦啦！那我们自己丢，可球！哇，超级球，三颗高级球喽，超级球两个，三个，下！哇！好难哦，果然是五星宝可梦。究竟它，哦，真的是双五星啊！哦，双五星，双五星，哎，亮亮的哦。噔噔噔，三星太多了，三星都。三个颜色是一样的。对啊，红色的。他们都被这个图标客给画图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宝可梦里面主体有一只叫做图标客，他会帮这个一些地区啊、树上啊一些画画。一颗手，哇，是一颗不折不扣令人鼻酸又令人失望又非常可怜的。我说不定精灵球。哇，两只啊，没有两只啊。哎，我们友达光电哥今天刷了两只地安机出来。还没有下卡，但他兴奋自己，还是送给了我们一只我们从未捕获的蜥蜴王。屌丝的宝可梦。飞叶风暴这个招式是很多宝可梦用的，像是史莱比也送这一只飞叶风暴。加码嘞，又加码。好，那我们一步送一只啦哈，还是一步送两只。好了，一步送两只好不好？虽然这一只还这一步里面还没捕获到五星，但是我们照样送两只啊。另外一只是龙龙眼，看起来就像那个。老鼠跟石头的合体，然后那边又一只。好，就在影片下方，感谢我们的友达光电叶先生，随便你打就可以抽奖，两只宝可梦，双五星，左边右边。他是一起进去的。对啊，重点不知道他是哪个。我跟你讲啦，你直接就这个了，就这个了，看起来是错了，胜。OK， 哦，来了，超级球，咚咚咚咚咚咚，一个，两个，三，来喽，换到我们喽，第八场，对战捕获，龙龙眼哇，弥陀 QQ 的丢球，我们不知道打到第一场，第十场的丢球，超级球。哎，